人家有个叔叔，我们问他看。叔叔，叔叔，这里可以下来不？好的啊。哎。下来，我先来准备一下。好。我来溜一下。好。好大年龄了。我。啊。83了。83了。你走那么多土啊？你不知道走那高点有两土。我来弯弯就有两土。你这还有啥子菜要卖？你得。我只有三根黄瓜。三根黄瓜就没啥子。只三根黄瓜呀？你卖不卖嘛？卖吧。在哪边嘛？就在那手头弯弯就去了。你等我去看哈看，慢点哈。慢点，你要都提起水了。这个是啥子？是黄瓜吗？啥子瓜哦？黄瓜就是啊。那这长得不一样呢？像冬瓜那种像蜜冬瓜？不是，像我去摘嘛，我去摘。这儿它摔倒，我去摘。哇，你看这个黄瓜好大一个，比我的脸都还要长，而且看到颜色好怪态哟，嫩溜溜的，看到。总共就三个，爷爷都卖给我了。哎坐。这黄瓜像冬瓜一样，嘎，长得好鬼呀、啊！不是哟，哎，走路出去买菜，还是坐车？走路。你几点钟就起来走啊？啊，4-5点走啊。天都没亮哦。啊，这个老来懒得吃也好吃。那泡也可以哈。啊。这个小狗可以乱泡。养狐狸把这土堆高头，好。嗯。要老来洗干净。老这个。老那个头，老羊就反敲就反这个，哦，那个敲的那个都那么样，就在沟头外头是啥的？羊穿的敲鹅吧，今儿我是第一次。我确实敲这个边的时候，也还是留脚来摘一会。摘留种子啊？嗯，也有的都好多。把边边上的给你敲了嘛，你好整葱花。嗯，要啥子哦哟？你要留好多种子，爷爷。就该弄到葱花里头去脚杆都含在葱花里去了，给你把它弄转来。你先走，我来拿。哎呀，慢点哈，先生你们哪家的呀？我还在那家大户子。你先把手洗干净。你个个的懒得洗。软就软了了哟。哦。你屋头还有啥子菜要卖的不？最近我给一哈给你买了。没得啥子了，舍得哈。没得了噶。嗯。减少。这位置，这些黄瓜在屋里，紧到磕到还没得了人吃的。磕到都坏啦。嗯。哎，早晓得我就早点的给你收了。哦。收了你也懒得弄去卖卖，也不至于烂了噶。啊，就是。这个就是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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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